火锅之都是哪个城市？火锅之都指的是重庆市。据说目前重庆市区大大小小的火锅店就有50000多家。重庆火锅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嘉陵江畔、朝天门等码头船工纤夫的粗放餐饮方式，食材主要有牛毛肚、猪黄喉、鸭肠、牛血旺等。随着社会的发展、历史的变迁，重庆火锅独特的风味渐渐受到人们喜爱。它呈现出一派和谐与淋漓酣畅相融的场景，营造出一种同心同聚同享同乐的文化氛围。重庆不仅是火锅之都，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，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。其悠久的历史、独特的地理环境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往游览观光。